我有点，我在写，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没张开嘴，我现在资金有点紧，因为你知道压了30多万块钱的货，就我收货花了30多万，我现在还缺了10几万吧，我手里有个10几万，就是这个季节一直到把所有货收完，我估计已经缺了20万，但我手里有个10万块钱。